揪一揪。等了将近200多天的日子，终于等到正宗的阿拉伯皂。去年的那一档阿拉伯皂，我相信那一天我们已经空洞到甚至要上新闻版面了。因为一个来自3000多年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来自中东的叙利亚，这个全世界的第一颗皂，全世界第一颗皂，不是你所现在所知道的印度的皂也好，不是你所知道的法国的马赛皂，或是意大利的精油手工皂，全世界第一颗能够上 CNN， 能够上 Discovery。被大篇幅的报道，能够出原文的世界文化遗产书，这本书没有讲别的，只讲一颗皂的制成。这一颗皂为什么那么了不起？它有1300年的历史，它是全世界所有手工皂的鼻祖，它叫做阿勒颇皂。今天我们能够卖到正宗来自叙利亚的阿勒颇皂，也许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的推荐了，因为上一次到现在已经等了半年之久。大家有看新闻都知道，叙利亚现在一直在战争，一直在战乱。在上一档我就有讲过，全世界能够做这个阿勒颇皂的地方只有叙利亚，而叙利亚能够做这个阿勒颇皂也只有3个古教，一样在这个古教里面，3个古教在去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只剩1个古教，但今年我们连1个古教都不剩了。你可以看新闻哦，现在连硕果仅存的古教都已经被战事摧毁。所以今天这一档你能够拿到这个能够代表全世界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教，恐怕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先来欢迎常常代表能够在他战争之前抢到最后一批货的，欢迎凯文哥。哎，各位某某的会员好，很抱歉啊，我们终于要在半年之后再把这阿勒颇皂引进来。那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那是一个很沉重的心情。就刚刚如陈真讲的，是阿勒颇皂在3000年的一个文化遗产，但是有1300年的制程中，是今年它最后一股窖都因为战争而被炸毁了。是，所以今年我们在现在推出可能是最后一次推出这样的一个股窖。所以不好意思，今天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的，或者是你旧会员已经有买过阿勒颇皂的，希望你珍惜今天的机会。是，我给大家看个新闻呢、最近其实大家知道叙利亚打仗已经打了好多年了，打到他们总统不知道都换了几个了哈，连他们的人民可能都不晓得，他们一直在战争的关系。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文化遗产，很值得大家去留念，包含是整个城市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这个古皂是全世界第一颗古皂。对，马赛皂其实是承袭阿勒颇皂之后才有的。对，当时十字军东征打到了阿勒颇，看到了这块古皂，带回了法国，才有今天的马赛皂。所以马赛皂也是承传了阿勒颇皂之后，但是你看最近的新闻，他说什么？传统的阿勒颇皂因为战事的威胁，深受欧洲人喜欢。1300年的阿勒颇皂已经受到战事所威胁了，它的恢复叫做遥遥无期。连专家都说阿勒颇皂恐将从此失传呢。所以，我老实讲哦，我在去年我跟浩平哥在卖的时候，我就有讲过说，这个商品呢，你不论怎么用，请你一定要留一颗在自己，这颗永远都不要打开，因为这颗也许将来我们博物馆会跟你收回来。哎，真的，因为这一颗可能是硕果仅存的阿勒颇皂，结果现在这个古窖，对不起，它也被战争摧毁。这是在战争摧毁之前我们拍摄的记录的照片，现在已经不是长这个样子了。那战争摧毁，我们修复的时间要很多，很久，18个月以上。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所以是不是能够花18个月，我也不晓得。所以我要在这边邀请我今天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现在中东的情势有多么紧张哦。他也知道阿勒颇皂是这么的珍贵，今天特别百忙抽空前来，欢迎我们的浩平哥。我们一年没见了，一年没见。浩平哥，我问一下，因为台湾现在没有什么在播这个叙利亚的新闻啦。叙利亚现在真的是战争的很严重，对不对？有，其实广播还在播杨丞琳还有他们潘玮柏他们在世界展望会才到那边去援助那边战乱的孩子。是。而且最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很多孩子就是发现是被那些毒气的攻击，生化战。所以就是在现在大家很难想象说，你眼前看到真正是叙利亚原装
原汁原味进口的阿拉伯皂，有多么难得，非常不容易。这是世界硕果仅存的耶，全部今天都在我们的现场了。我可以问一下浩平哥，因为我们去年在卖的时候就已经讲，整个能够做阿拉，因为阿拉伯皂为什么要叫阿拉伯？第一，你一定要是在叙利亚生产；第二，你一定要是在古窖里面，因为古窖有特殊的纬度、特殊的湿度跟特殊的气候，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窖里。不是说你有阿拉伯皂，你可以去法国做，不对哦，你来台湾做没有办法。一定要在阿拉伯做，但是听说这个骨胶，因为现在战争，听说连最后一个骨胶都没了，对不对？对，现在就要告诉大家，记得一年前，对，我们在介绍阿拉伯皂的时候，是，因为刚才已经提到，其实当时十字军东征到了这个地方，是，他们才发现原来欧洲皇室一直在找的最珍贵的就在叙利亚，是，但是当时还有13个骨窖，我先可以把骨窖这样的一个骨窖，为什么一定要用骨窖才能做这样的阿拉伯皂？不只是以里面的这个月桂，还有橄榄，还有许多特别的原料和做法以外，最重要就是这个骨窖就很像法国的酒窖，是，它也很像，包括像我们比如说南投水里的蛇窑啦，是，比如说景德镇的或者以前是什么瓷什么陶，它一定要在那个窑，在那个里面才能够施作的出来。原来我们曾经在去年介绍的时候说13个被炸掉了5个，是，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在这一年当中剩下的8个也已经都没有了，毁掉，剩最后一个，是，就剩最后这一个。是，那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你这么清晰看到切下去，而且我们还一定要特别强调，今天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保有最古老、最原始的，而且最高档的制作方法。是，也就是说，你看到它要经过一段熟成的时间。我们以前都以为说，是什么哪一种食材、哪一种特别的东西才要熟成，但是其实阿拉伯皂，我想大家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如果没有熟成，不会看到，不会看到这样碧玉的颜色，像是翡翠翡翠的绿色，像是和田碧玉的颜色。是，这个不是添加的色素，全部都是天然，而且经过整个古法制作9个月以上的熟成。好，那所以你可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些它的比例哦。我刚刚讲过，什么叫阿拉伯皂，它一定有一定的比例。第一，你一定要在骨窖里面做；第二，你必须要在阿拉伯里面做；第三，它有一定的比例。第一呢，你的橄榄油要到82%。我刚刚讲过，什么叫马赛皂？马赛皂的橄榄油是72%，我比马赛皂再多了10%，所以它的保湿程度是更好的。对，再加上我有月桂油8%，月桂油是当时在中东那边的女孩子，她们如果坐月子的时候，坐月子不方便洗澡，但是你知道要洗私密处的时候，要有特殊的清洁的方式，他们用月桂，因为月桂有抗菌跟杀菌的效果，所以他们在坐月子的时候是用月桂来洗身体来净身的，所以我们是最顶级的82%的橄榄油让你保湿，月桂油的8%帮你做洁净，再加10%的纯水，然后在骨窖里面要熟成到9个月以上，它才能做出阿拉伯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一般看 Discovery 或 CNN 的这个节目，他们只会介绍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或是一些特殊的旅游景点，但是你们看这个 Discovery 当时在介绍什么？当时在介绍皂，哎，很特别。要说 Discovery 怎么会介绍皂呢？这个皂给大家看一下，叙利亚的阿拉伯城市呢，在世界文化遗产3000多年了，对，所有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成分包含呢，他当地用他的沙漠植物煮上3天3夜，有没有？然后人工做切割，再做熟成，这整个流程都是人工的，对，全部都人工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真的很感人。一般我们拿到这种古书哦，都是在介绍什么古董。会介绍古画，就是你知道吗？这一整本书在介绍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皂，就是阿拉伯皂。你看呢，这个我打开，它里面直接介绍原文的哦，完全我们就从那边对，阿拉伯原文的哦。你看这边骨窖里面什么，就是我们的阿拉伯皂。然后再来，你看呢，他们连手榨这个我们的橄榄，全部都是手工的。再来，榨油也手工的，不假机器哦。你看到这个技术是1300多年喽，多么纯净，多么纯净。然后再来，很多人会想。想说为什么阿拉伯皂洗起来跟一般的手工皂差别在？阿拉伯皂洗起来不会有干涩感，没错。别人有，你知道差在哪里吗？我给大家看个东西。来，一般我们制造，如果你有做过，中间有一个关键，为什么一到叙利亚就是这种海蓬子？对，关键来了。来，这个关键我告诉大家，海蓬子在当地叫做海人参。你知道我们一般做这种肥皂或手工皂，一般他们都一定要加氢氧化钠，一个化学的成分，哪怕99%都是天然的精油，皂碱，但是它1%一定要加。
加氢氧化钠，为什么？因为它要让皂可以成皂，它要让它皂化，所以它会形成大量的皂碱。可是你知道这一块皂很特别，是它不加氢氧化钠，不加化学的，它取代的是海蓬子，这植物的香多么纯净。对，因为只有叙利亚的这个地方有，叙利亚的地形也可以告诉大家，那边以前古罗马的整个的帝国其实有一部分也在这个版图里面。是，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就要介于这个盐水淡水，而且又要有这种地中海型气候，像夏热冬冷，是，以及在这个地方海风的吹拂，然后它是一种有梗无叶的绿色植物，不但富含维他命 C， 还有就是18种的氨基酸，油脂的富含，还有这个亚油酸，它几乎是食用和药用里面的一种最高级的原料，而且很特别，你知道吗？曾经把海蓬子灰带到法国，他们种植不出来，所以海蓬子灰是现在目前在全世界，它唯独只有在叙利亚的沿岸区才有。它最特别是用这个海蓬子灰，我可以取代那个1%的化学的氢氧化钠，所以我不需要加化学，我只要含海蓬子灰，我只要含了它，我的皂就可以熟成，就可以去做皂碱，然后它就不会有含成那个大量的化学皂碱。我要如何证明它没有皂碱？我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好不好？我们就随便拿这一盒，这是原装。进入这个打开，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可以在你家也准备一盆水，然后你把你家肥皂来放放看，你这个肥皂可能会比我们小。来，我先给大家看个实验。我先跟大家讲，这超平哥刚刚介绍，我们刚刚讲海蓬子灰，为什么要刚刚讲到氢氧化的原因，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外面买到10块钱的肥皂的话来讲，我们讲氢氧化呢，它会产生大量的碱，碱比水重。对，所以当你买这10块钱的皂的时候，你放到水里头去，你可以去看，全部人都可以做一模一样的实验哦。它沉下去，它会沉下去，沉下去。那你在外面买到？你在外面买到这种，你可以看到这个，这好贵，这也贵啊，马赛皂好贵，买一颗可以200-300块的，你可以放下去，你可以放下去看看会怎样，这是名牌的哦，照样也是沉下去。那我先告诉大家什么，为什么要沉下去？第一，它沉下去代表里面它在沉皂的过程中，它有加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是大量的碱，大量碱，碱会比水重。那碱对皮肤什么差别？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冬天，如果你含了碱，你的皮肤就会干，你的皮肤就会裂。如果你有富贵手的异位性皮肤炎的，你碰到皂碱，你会更严重。但是我们家的呢？今天我们刚刚用了海蓬子灰，我们的比它还大，对，而且很重哎。我们刚刚讲过，而且海蓬子灰它不是3天5天可以收成，它要到9到12个月它才能收成。是，我们把它，如果它比水重的话，是它就会沉下去。它看起来很大颗呢，我们等一下哦。来了，所以观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代表什么？代表这一颗叫做100%纯天然，请你相信我，你在外面所买到他们号称100%纯天然的，它绝对不可能叫100%，它即使99.9%用精油，99.9%用天然，它一定有含1%的氢氧化钠，因为它在沉皂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氢氧化钠，它才能够沉皂。但是只有我们家，因为唯独只有在叙利亚，它不需要加氢氧化钠，它只需要加海蓬子灰去取代那个化学成分，所以你不会有大量的皂碱出来，而且。用这个海蓬子还要强调，还要花9个月的青春，九个月的熟成，让它能够替代那个原来要用外在这种氢氧化钠成为的那氢氧化钠去让它熟成的那一个快速的过程，所以我们随便拿出一个，每一个下去都是一样，每一个都是这样，每一个都是浮起来，你回到家可以做一样的实验呢。所以你看在书上，他告诉大家，连所有的这个刻钢的印记有没有，然后再来教的地板有没有，连这个刻那个钢印有没有，然后包含沉皂去这个酿造九个月，全部。都手工的，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只要用过阿勒波皂，女生都觉得皮肤特别保湿？因为它除了含82%最高的橄榄油，以及8%的月桂油之外，最重要是它有含一个特殊的皂丝，对不对？对。今天你拿回去，同样都可以做同样的实验，它里面有丰富珍贵的橄榄油，让你做滋润剂。你用水了以后，你记得你去按摩它，让它活化，大概10秒到30秒。回到家你可以做一样的实验，你记得你看到皂丝没有？有。天然的皂丝，这个皂丝的话，最主要是让你们滋润肌肤。你要是橄榄油到82%以上，你才有办法产生这个皂丝。我跟你说，你拿你们家的72%的马赛皂做一样的动作，它不会有半点丝。所有的皂丝一定要过80%以上，它才会产生这么绵密的皂丝。回到家怎么用？把那个皂丝抠起来，往自己脸上抹，你可以静待10分钟再洗掉，它就成为世界上最天然的橄榄面膜。脸的好，那我觉得今天呢，我刚刚说一。
则一喜，一则以忧。我们今天能够再卖到，能够再跟浩平哥合作，真的等了一年，等了一年，真的是等了一年。但是浩平哥，我们明年不见得能合作，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阿勒波他们自己工厂已经直接来函了，他们直接讲，因为我们国家的战事没有停歇过，所以呢，我们面临从1945年空前的困境。本公司要产等于是传统的古法生产，但现在我们的股价已经到战事的破坏，无法供应。本公司从今年开始，2014年将不再提供任何的订单，直接讲明我们不再提供订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预计要花18个月来修复我们的股价。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现在战事还没结束，在这18个月在修复的当中，会不会又有战乱？有可能，所以有可能，今天卖完，2015年我也不见得可以卖了。是，对，我看这个信非常的难过，对，可能很难想象说你要。阿拉伯文是由右到左，是，我告诉大家由右到左，是，他这边真的写的清清楚楚，2014，他们阿拉伯世界是不用阿拉伯数字哦，是，他的24像一个牛，然后那零是一点，是，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要写的好难过，因为这是古迹耶，就是没办法，知道就好像他们的万里长城啊被炸掉，对，他们的，只要哪一天我们的故宫如果被炸掉，我们也会很难过，对，这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最后的骨窖，现在因为战事被炸毁，我们在战事之前拿到的最后一批货。所以今天的组合我觉得很特别哈，希望大家今天买得到。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大组跟小组。我觉得你聪明的，你今天一定抢大组了，因为2014年、2015年都不见得有机会了。好，我们小组的部分是6颗1680。那我先讲一颗的价格，我们当时卖的时候是1380。那每一颗我们都是原装的这样子，有自己的原盒，然后每一盒上面你都可以看到有一颗我们的阿勒波的骨灶，然后骨灶上面有钢印，钢印每个都不一样，因为钢印上面有我们的工匠的名字，然后你收。到货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直接写 handmade in Syria， 就是手工制造，叙利亚的手工制造。然后这边告诉你，不是99%天然，叫做 100% natural product， 它是100%的天然，是100%哦。这边是6颗1680，大组的呢，我们直接是12颗，再加1颗13颗，所以买大组的人是先折价。再多送一颗，没错，等于是多送一颗给大家了。在那在今天，我在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问一下，问一下 Kevin 哥，因为很多人去年没有买到，对，他根本没有用过什么叫阿勒波皂，可不可以在今天可以开放给我们体验？这个东西我先讲一段，叫体验东西我先讲。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一颗皂，绝对是1300年来，它是第一颗固态皂的一个始祖，最传统的皂。第二个，现在阿勒波的战乱，那因为这个生产已经是没有办法，是完全天。你现在拿到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讲，你拿到还是2013年的货，因为2014年绝对不会生产的。是，那跟大家讲，如果你今天要带回这东西，你先考虑这东西是适不适合你，你是不是想，如果说你真的只要带回去，觉得说，我只觉得很好奇，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只想来试试看的东西，请你把电话挂掉，请你不要买它，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太珍贵了，太珍贵。如果说你今天手上有它的话，请你好好珍惜它，因为你未来可能再也看不到。拜托你不要用到最后一颗，你一定要留一颗，这将来可以翻倍卖的。第二个，如果说你真的皮肤上有很多的状况的，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比较容易上冬天比较容易干痒的，你可以带回去。是，那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只是好奇的带回去，请你把电话挂掉。那我今天给陈真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也替阿勒波这些的工厂为他们争取一些订单了。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现场哦，是帮我们讲体验那部分。我们在2014年的今天开春，我们在1月3号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一颗，再多一颗哦，再多一颗体验，太棒了，真的假的？再多一颗体验，整颗，大家整颗体验吗？整颗体验，那波波你整。我体验完我还你，上次推荐没有整颗，我也没有整颗，我也没有办法用，所以等于是我买小组的是7颗，7颗，买大组就变14颗了，14颗。但是我非常重要跟大家讲，如果现在电话你拿起来，这只是觉得好奇，只是觉得新鲜，只是觉得好玩的，请你把电话放下去，因为这真的太珍贵了。如果你真的很希望用天然，非常100%天然的皂的话，是，请你电话拿起来，这是绝对你值得买。好，观众朋友，我们紧急要说话，因为电话线非常非常难打。在今天这一档，我告诉你，真的全面买大组才划得算，因为今年年底之前，以及明年，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再买。叙利亚的战争，你上网 Google 都知道。那目前最后的骨胶硕果仅存的，就是现在这一个。是。但现在这个也因为战乱，连前一阵他都上新闻，阿勒波骨胶恐将失传。CNN 的新闻直接讲，我们恐将失传。传了，所以这是也许是你这辈子最后一个机会能够买到，连法王、连亨利这个所有的这些法国的路易十四等等，他们都爱的这个骨皂，1300年的全世界的第一块纯天然的骨皂，在今天我们小组是7颗1680，大组
价格没有 double 哦，288的价格给到是14颗，14颗给大家，是用云卡位，全部都是叙利亚的原装进口，而且是礼盒包装出货，全部都在抢到组，很聪明。那如果今天这档没有买到，你上网 Google 去看，全世界在卖阿乐波皂，全部都是标已售完补货中，没错，只有我们现在有现货，最后时间留给你打电话了。成阿勒颇位在美索不达米亚肥沃平原上，阿勒颇香皂主要的原料橄榄就产自于此，自古被称作地中海甘露，这里的橄榄每年只从11月产到隔年3月，因此阿勒颇香皂产量有限，遵循数千年不变的古法，阿勒颇香皂不仅是法国马赛皂的始祖，跟其他天然皂不同的是，它还添加了珍贵的月桂油以及海棠籽萃取的苏打，完全没有添加化学物，由于很保湿很滋润，温和的连 baby 都可以用，在制成中要以摄氏120度高温煮上个3天3夜，同时间还得用人力不断搅拌去无存精，体力倍决定品质，有经验的老师傅还得用味觉来确定品质，而液态的香皂在地上大约经过1天凝固后，师傅还得费工地穿上特殊鞋具，像犁田一样将一大片的香皂切成小块，再用力敲上工匠们的印记以示负责，别以为这样就完工喽，砖皂还得一块块堆叠起来，再耗上9个月到1年来风干以及熟成，直到香皂外观呈现金黄色，内部还是粉嫩的绿色，才算大功告成。好东西真的是得费工耗时，相传阿勒颇皂更是埃及艳后的美容圣品哦。Relationship拒绝了哈，我不好意思，那位张先生不是特别要拒绝你，是因为阿勒颇古皂我们得来不易。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特别开放大组给大家囤货，最多买2组好不好？因为这可能是全台湾的所有会员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老实讲，这不是厂商不够力，是因为阿勒颇皂是你到法国、意大利都买不到的。我刚刚一讲过什么叫阿勒颇皂，阿勒颇皂第一，你一定要是 made in Syria， 就是一定要在叙利亚做。第二，它是要。手工要 handmade， 全部都要人工之外，第二你要完全100%纯天然，你不能加氢氧化钠，不能加化学成分，你要用他们家特别在沿岸的海棚籽灰来帮它造化跟熟成，熟成要9到12个月这么久，然后你一定要在骨窖里面做。你看刚刚陈真讲多少了，我要讲到这么多，你每一个都要合乎我刚刚上面所讲的，你才能盖上这个钢印叫做阿勒颇皂。但我一直强调，你现在可以去 Google 看新闻，本来阿勒颇在去年还有一个骨窖可以做阿勒颇皂，现在连那个最后一个骨窖都被战乱炸毁了。然后他们本公司来函直接讲，我们的骨窖被炸毁，需要18个月来维护。18个月的意思是我要2016年我才能再卖耶，你懂吗？连我们2015年都没有机会了。这是 CNN 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还有 BBC
Zealand 新闻，对，新闻都在讲。你知道这？你看，这是国际新闻 ，BBC 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你看到 Aleppo soap was threatened and ancient tradition。是。他讲到这个战乱已经直接最紧急的危及到这个古老阿拉伯造的这个传统，是，就是整个古教都被炸，整个古教被炸毁，现在是阿拉伯造恐将失传。没错。最后十一分钟哦，我先讲，因为以前我们是六颗1680，但今天Kevin哥有特别强调，如果今天没有买到，真的可惜，因为我们小组变成7颗，我多1颗了，这一颗还让你体验。没错。那大组更是 special， 你1680如果要买到14颗，你要花到3300多。对，好，3300多。但我们今天买大组，我们再给你打折，2880带回去正宗的阿拉伯皂14颗，其中1颗也开放体验。我这样平均下来，1颗只剩几百块钱。我跟你讲，正宗阿拉伯皂要卖到几千块，而且我强调，家里不论多少人，记住这辈子你一定要留下1颗给自己，那1颗说什么都不准开，说什么都不准用，因为如果他们的战乱就此古教无法修复，你这一颗皂将来一定有那种行家来跟你收购，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皂，就像如果你家里有兵马俑的话，你就发财了，你知道吗？好不好？最后11分钟，我们先紧急收话一下，现在全面抢大组的，那真的一个人限购2组就好了。好，后面如果买不到，我们抱歉。我希望2016，我还有机会跟豪平哥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卖阿拉伯古皂，最后机会留给你打电话了。绝对仅供参考，因为我们的商品全部都是阿拉伯叙利亚原装原盒这样空运进来的。那因为我们的量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我们随时一售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直接下班哈。8分钟仅供参考。为什么我说它很难得？你知道它连空运的过程都百般的折腾跟辛苦。你知道它是比我旅行还辛苦，它在阿拉伯是叙利亚的一个小镇，然后从这边要先运到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再运到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再坐飞机到我们所熟悉的杜拜。从杜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再坐飞机进入香港再到台湾，天哪，你看光这个过程，尤其是最困难是在这边战乱地方的车程，然后这么多架飞机，1300年的古皂，它收到你手上，它已经环游世界一周回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我们收到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然后空运的费用。
用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有钱，全部是空运哦，没有办法用。我个人觉得只要有钱可以做到的事都不是难事，但最可怕的是阿拉伯古兆是连 BBC 这个新闻杂志都说有可能会恐将失传，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你自己看，他们现在在战争，他们现在就在战争，阿拉伯恐怕因战争而减少，古兆没了嘛，然后再来你看，好这边。